Jinx 的中心通有着亮眼外形以及精湛的唱跳实力，也凭借出色的演技参演过多部影视作品。前阵子他参与了陆纵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，人气再度攀升，然而近日却遭到网友指控在机场耍大牌。据悉当天中心通现身机场时，身旁有多位粉丝围绕，并且想要送礼物给他，但是他却似乎很不耐烦，拿起手提袋对粉丝强调不要再送他娃娃，似乎拒收粉丝的礼物。影片曝光后，网友们认为他的举动感觉是在耍大牌，对此钟欣桐的粉丝急忙替他缓颊，表示他只是不想让粉丝们破费，所以没接受粉丝的礼物，但他收下了手写信件。此外也有人认为送娃娃会有隐藏针孔摄像头的风险，还是送手写信比较有诚意啊。